寺院安居字字仪轨。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路频道，点赞并转发本视频，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，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布施功德。注：本文仅限出家人看安居的首日，称为节下。在安居之时，得举行一定的法会仪式，以公告安居开始。元代以来，安居仪式都在安居开始前一天举办，由长老大德讲解各项礼仪，以令僧众于安居期内能专心精进修道。近代安居仪式大多定在4月15日当天举行，安居时必须划定区域以为活动范围，称为结界。除为父母、师长、三宝之事，不得出界，而后行受酬法，集合大众，统计节下人数。受酬法圆满后，第二天安居正式开始。僧侣受具足戒后，经过一个下安居，出家又多了一岁，这是出家人计算戒腊，以定长幼次序之法。一、受酬法其程序为：一、洒扫夫座；二、晨斋浴白；三、鸣钟即僧；四、入堂公舍；五、受酬结魔；六、行酬白术。二、受酬法圆满后，第二天为安居正式开始，4月16日也需举行一定的仪式，如受酬法一样，要洒扫夫座、鸣钟即僧、行酬白术等，然后大众依序入座。首先由二位上座道别屋，互为答问，叙说安居事宜，其余人等再依序到二位上座处说安居之事，说毕返回大殿，等所有僧众做法圆满，共同礼佛回寮。如此安居正式开始。安居圆满则称为解下、解智或安居境。安居结束时，应做自字、解戒、结戒、受功德衣等四事。即安居90日的最后一晚，大家仍齐聚一堂，检讨个人在3个月期间言行有无违反戒律，也可互相指出对方的措施。若有犯戒者，则要当众忏悔，称为自字，这一天就称为僧自字日。此时大众人人身心清净，甚至有人因此证悟，佛陀感到心悦欢喜，故又称佛欢喜日。第一天节下安居仪规：一、戒相东以百岁为标，南以天台为标，西以小天台为标，北以塔林为标。二、节下安居，安居的意义为与期，为修行制度之一。又坐下安居、与安居、节下。印度夏季与期有3个月，出家人严禁外出而安在一处致力修行，称为安居。安居之首日称为节下，圆满结束那天称为解下。三、为何要解下？一、无事游行，防废盗业；二、损伤物命，为慈食身；三、所为即非，招式讥谤，防此三旧，故止安居。四、解下的缘由：佛时代有六群比丘于一切时春夏冬人间游行，夏月不雨，水大涨，飘湿衣钵、卧具、针筒，踏沙生草。时居士见已，讥谦云：“沙门世子，不知见愧。”于一切时游行，飘湿衣具，踏沙生草，断他命根。外道尚且3月安居，而且虫鸟也有巢窟止住。沙门世子，云何如是？诸惭愧，有恶持比丘，以此白佛，故至3月安居。五、安居的条件：出家五众皆尊至安居，比丘、比丘尼、释迦摩尼、沙弥、沙弥尼；在家二众不安居。五众安居中，比丘与沙弥可在一起安居，比丘尼与沙弥尼、释迦摩罗在一起安居。六、安居的场所：安居的场所，若僧伽蓝、若阿兰若、
若树下、山窟等。五分绿云，禁止无救护处安居，有五过失不能在此安居。一、太远聚落，求须难得。二、太近城市，妨修道业。居家往来，谈钱招机，妨碍道业。三、多诸虫蚁，自他良损，害物伤慈，违本致源。四、无可依人，所依人要具五德，贵文令文，以文令清净，能绝以往，通道达俗无志，除邪见，得正见。五、无施主，供给汤药、房舍、卧具、饮食、汤药，有五过，不可安居。反则修道获益，毅力居家得值福田。七、受酬宜归一，准备一，玄牌一面云：今日受酬，明日安居。二、供两牌位：南无娑婆教主本师释迦牟佛，南无护法维陀尊天菩萨。三、一酬盘一空盘，酬盘上可放些香花。二、打板极重，迎请主法，唱炉香赞。三、礼拜说法，指主法和尚。一、至诚做官礼拜，求诸菩萨慈悲加倍，九旬之中精进办道，无诸魔障，三拜。二、至诚问讯，愿为拥护，使我等内魔无扰，外障前消。三、问讯向上。三、顶礼和尚三拜。和尚云：礼佛一拜，拜矣。和尚云：各续坐。四、行酬至诚顶礼三拜，问讯长跪。行香水手金云：八功德水净诸尘，灌掌去垢心无染，直持持戒无缺犯，一切众生亦如是。受者胡跪取酬，即云：金刚无碍解脱愁，难得难遇如金果，我今顶戴欢喜受，一切众生亦如是。放空盘内即云：具足清净受此酬，具足清净还此酬，坚固喜舍无缺犯，一切众生亦如是。行香水时，具至佛前，以酬盘放在空盘上，顶礼问讯长跪，取一大酬，双手横棒，高声鸣报云：岁次戊寅年夏三月，安居会上，娑婆教主本亮师释迦牟尼佛受第一酬，后一拜，再行和尚酬等。结束时，行酬收酬后，俱往维陀前顶礼如前探手，执大酬，高声报云：岁次戊寅年夏三月，安居会上，护法维陀尊天菩萨受最后酬，一拜后全结束。全结束，行酬收酬到平处数名，为首收酬者高声报云：岁次戊寅年夏三月，安居座中，比丘几十人，沙弥若干人。和尚报云：同居大众，何人共收摄身心，九旬之中努力为道，受酬已完，念记回向。八、大回向受酬功德殊胜行。第二篇一指安居一，什么叫安居？行心摄境曰安，要栖住此曰居。静处思维道之正轨，理须假日追功，测尽心行。随缘托处，至为上意，不许持散，乱道防业。二、安居的时间种类。一、时间一，前安居，四月十五日酬，十六日安居，至七月十五日解下。二、中安居，四月十七日至五月十五日，至满足三个月。三、后安居，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解。一、前安居，四月十五日受酬，十六日安居，满足三个月。二、后安居，五月十五日受酬，十六日安居，满足三个月。二、种类绿云。一、对手安居。入安居时，须对所依之人表白节制安居之意旨，方可安居，称之为对手安居。
所依之人、律师和长老。二、心念安居。若无所依之人，则于心中表节制安居之旨意，已入安居，称为心念安居。毗尼作持要录云：于七日得往返处，自作心念，遥依安居。心念，则除大德一心念五字。律云：你不得独住，无心念安居法。若欲积减十方开心念，然须慎重。三、安居仪轨。一、准备一，课堂前悬牌一面，上书安居二大字。二、打板集众，迎请主法法师。三、唱炉香赞。二、和尚表法一，至诚礼拜，恳祷诸佛，愿慈光加倍，下中精进修行。三拜二，至诚礼拜，养其护佑，使我等九旬修道，魔障前消。三拜三，至诚礼拜，解惑释疑，顶礼一指和尚三拜。三，安居者随聚三拜，常跪合掌，坐如是白，大德一心念，我某某比丘，今依某某否四僧伽蓝。前中或后三月下安居。三说，诗云：知莫放逸。答：受持。再云：依谁持律？答：依谁谁大和尚。又云：有疑当往问。答：尔。四、回向结下功德书圣行第三篇结魔初戒法论云：僧之有五种人不得安居。一、被举人。二、破下人。三、霸道人。四、死人。五、不主受人。又破下有十种过失：一、为诸佛所喝；二、为诸天世人所喝；三、破下；四、得罪；五、不得功德；六、不得五事力；七、不得设施；八、不得安居一；九、恶名留步；十、后堕入地狱。律中佛言：安居比丘，若有佛、法僧士等，七日不及还，听受半月法去；再不及还，当受一月法去。一、对手受日法。一、先起大和尚，称梁见可。二、至一比丘所，陈白其情。云：大德一心念，我某某比丘，今受七日法，出界外，为某事故，还来此中安居，白长老之。三说。问云：善。答：尔。二、竟是出界法。和尚云：虽然受的七日半一月假，身虽出界外，而心中常常要意念在界内，莫要放逸，日刻照常做，士气即还界，不许定要等日期完放回。若是完故意在外不还，虚费时光者，即名破下，不成安居。三、心念受日法。我某甲比丘，今受七日法出界，为某事故，还来此中安居。第四篇字字解下一，何谓字字一？夫九旬修道，精炼身心，人多迷矣，不自见过，礼仪养平轻重，垂慈会事，纵宣已罪，自僧智举，内张无私隐，外现有纯净，故曰自资。二、自者自已有过，自不自非，自他举名，令改过从心也。三、自各自也，自任意也，为各自任意，随人举过，又名随意，为随他人之意而自举其所犯也。二、自自缘由缘以佛智比丘，当互相归见，故六旬比丘即妄举清净比丘罪。佛言：应先求听。六旬贤清净比丘求听故，妄从清净比丘求听。佛言：具五德者方可求听。六旬不受五德求听。佛言：安居静应自自，自自即是听故。
不应一时字字，听一一字字。不应随意字字，应次第字字，应差距五德人受字字。五德有二种，表情符号伤心。一，第一五德。一，不爱。二，不会。三，不。四，不吃。五，知字字不字字。二，第二五德。一，知时不以非时。二，真实不以虚妄。三，利益不以损减。四，柔软不以粗犷。五，慈心不以嗔恚。三，字字程序。一，尼众差事法。大德一心念。某寺比丘尼僧和合。僧差我某甲比丘尼来请字字。二，问缘所欲法大德。弟僧听，今白月十五日，众僧集某处字字。论云，有五种与欲字字法。一者，今日僧字字，我与僧字字。二者，我白字字。三者，为我故字字。四者，口不能言者，手作说香，亦得与字字。五者，语虽不了，亦是与字字。应对受者，作如是言。大德，弟，一心念。我某甲比丘，比丘尼，如法僧事，语欲字字。三，夫作请施法闻钟声，大众齐集作法处。由首领引直香，引庆随后，请方丈和尚。礼佛后，至为陀前一问讯，后拈香又三问讯。然后，大众齐向为陀三问讯。顶礼和尚三拜。四，即僧作办法大德。弟僧听，众多比丘比丘尼，我受比喻，比如法僧事，语喻字字。一说，上云善，答尔，一叩而起。和尚问云，谁遣比丘尼来请见闻一三世字字？若无者答，此处无尼来请见闻一三世字字。五，和尚月宣教戒汝等比丘尼谛听，今乃九旬下罢之期，说罪除迁之际。五篇禁止，八敬森严。凡比丘尼，应当依随大僧安居，半月祈求教戒。岁中比丘随意，应须来请字字，方不复登坛受具。阿难请度，不然，则乖为佛智，徒有其名，尔等当竖敛身心，精修善法，以戒为师。谨慎莫放逸。答：依教奉行。一拜而起。大德僧听，比丘僧下安居静。某寺比丘尼僧下安居静。僧差我某甲比丘尼说三世字字见闻已。大德僧慈悯故于我，我若见罪，当如法忏悔。三说，良久，然，如是，汝传教士，是诸尼众。如法字字，谨慎莫放逸。尼达，依教奉行。礼谢而退，还寺中。岁次某某年，字字会上，座中比丘比丘尼，几百几十几人，沙弥沙弥尼几人。首行云，为僧行舍罗净。上埋头苦干，善。众其答，尔。五，白僧随意法大德。弟众僧今日字字，我某甲比丘比丘尼亦字字，若见闻一罪，愿大德弟哀悯故于我，我若见罪，当如法忏悔。三说，比云善，答尔，一叩而起。六，对手字字法二长老意念，今日众僧字字，我某甲比丘比丘尼亦字字，云善，答尔。七，心念字字法，尼无，今日众僧字字，我某甲比丘清净。三说，八，尊智结释法和尚云，今日如法如律，字字已净，名为解下。准安居监度云，
四月十六日安居至七月十五日夜分禁忌，方明解下意境。回向，字子功德殊胜行。